就是失踪了3万年的西山神女。刚恒仙君为救小兰花屡赴苍岩海，并非罔顾天道贪恋私情，而正是因为冥冥之中的宿世姻缘。丹音很早便知道小兰花就是西山神女，丹音曾在司命殿的天极镜中见到长恒仙君与小兰花两次大婚的景象，一次是凡间历劫，另一次便是仙君与西山神女在人间众生的簇拥和祝福之下与忘川边大婚，对未来从无出错。小兰花就是西山神女，一心恋慕长恒仙君，不愿仙君寻到神女履行婚约，再隐瞒此事，是丹音自私。